在大型战争中的坚果家族只能被僵尸们欺负吗？你表面不用坚果来欺负团战，以此来证明他们也能消灭僵尸。以下植物有坚果、爆炸坚果、全息坚果、高坚果、原始坚果。口气都不小，正好拿你来支持。我们可以用全息坚果挡在前方，然后种上其他坚果摆好阵型。那么等级达到一定程度后会触发特殊效果哦。